此款茶桌的材质是实木骨架，饰面材质是芭蕉叶手工编制而成。这个颜色因为随着光照的不同，它的芭蕉叶的颜色有深浅。坐凳、坐箱、小椅子是一样的材质。桌面材质是用凉席加优质海绵。此款茶桌还有收纳的功能，大概接下来可以放一些杂物。此款茶桌底部是静音滑轮带刹车，可移动的